好了，贝里哦，欢迎过去。超年十二点钟，就累积420毫米的雨量，山脚的大河口溪溪水嘛涨起。到南林处理是有民众掉伫处理，消防人员赶紧救出。另外，大陂第一线甲第78线的界界积水半个人啊高哦。今仔透早6点外有3台车吊车，感谢人拢平安。消防员用手电筒急救调治到南屯林主里的民众。婚姻馆对日时暗时开始下大雨，其中草岭12点钟累积雨量超过400毫米。地处伫水尾的大湖口溪向乡长关水捌引到居民的胸坎，赶紧甲伊撤离。这从昨什么时候开始淹水的？差不多3、4点那边。凌晨3、4点哦。因电视伫遮，后尾处理，这边是伫遐搬倒去卖。哦。啊，无咱遮落雨落少啊。当地民众讲，附近的大湖口溪因为涨悬起来水排袂赴，直接灌入边仔溪街，唔那水淹到半个车辆悬，甚至厝拢浸伫水内底。来到大陂第一线甲第78线交界的所在，25早起6点外嘛有3台车掉伫遮。困在车上。就在车上。哦，啊，你怕不知道踩下来多深吗？对啊。婚姻馆消防局讲，斗南镇几日为淹水，紧急疏开20多人，附近阁有斗南石鼓迄带伫记录淹水。消防局阁讲，县内包括大陂、斗南、斗六、后尾等所在部分路段有积水情形，民众就要加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